啊，哎，这个撞的是胳膊扶着，是我打的肋上，胸打哪儿都像脊椎肘挡肘顶命无呼，这膝盖问心病撞到这儿了，哎，不能，这即使你对了也不成，你对的话你没有那个整劲，横击肘抗啊，这个靠劲儿呢是这样说，以肩打靠，以肩打靠想不通，拿肩打靠啊想的不是空的，十脚难空，你前面的脚你怎么空啊，向前行就行了，向前行，踩人踏月，陈旭冲，这个靠劲儿自强还养生，就是说你在打靠的时候呢，你第一往前靠的时候呢要想脚底是空的，那么你这个肩这个肩和这个胯，右肩和左胯相合的时候就出现一个肩靠，这个胯和这合就出现背靠，哎，这靠的时候呢，靠的时候呢不是说拿肩这么靠人家，这不成，他是要回看你手背，往回看，脚底要空，要虚空，靠就是自强和养生，这靠很厉害，我靠着把这个靠翻。还养生呢，这个过去王老有一首诗，脚踏阴阳身自旋，玄妙直极身自寻，是吧，寻之是身言为笑，笑言常开岂自然，是吧，身自然，身自然，他有这么一段话，这段话我反复过的话，这靠就是这个东西，你又能防身还能养生，打这靠劲的时候呢一定不能使肩这么靠着，这嘿嘿，能干这个东西，像有些拳就是不练的东西，你这样的话呢既能防身还能养生啊，这靠那个吕这样说，横击肘靠吕，吕属火，能化万物，破棚劲儿食指化眉，这个五味合收拳脚尖，向前手动地一摊，这个呢就是说咱这捋的时候呢，捋出火能化万物，这火什么一烧就完了吗，破棚劲儿食指化眉，咱们练的时候它这么练，画的眉眉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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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练，食指化眉，这个子它这五味合和这肩这个你像和肩和收拳脚尖，你说收拳脚尖这个不是手这么扶人家，所以拿收拳脚尖这手是配合的，这样出现一个理智，刚才我们说这个理智，你看我往这么走，往这么走的理智，你看你想这火能化万物，这个吞噬力，这个士气很重要，你那火着的时候你看呼呼下来了，那个劲头如果没有这个气是不成的，他来了之后呢我要把它当个木头我烧死它，这个画眉毛食指画眉毛要向前手呢动步一山，动一步动步一山，这样的话这给他几个劲儿，一个是画眉毛，一个是气势，一个是画眉毛，你收拳肘尖是吧，这儿要是一收你看收拳肘尖，向前手向前动步一山，动步一山脚还走，跟他练着呢，练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是吧，这样你看这不是什么啊，我要这么走动步一山嘛，这是捋横捋捋按按属金，扶肘沾肩，按呢属着金，扶肘沾肩这个手这个弹找大指，守着眼，这善功啊，找这个大指，这样子，手啊闭着眼，守着眼，这个人身相合，中旋转，拿这儿跟这儿合，中间手是空中的旋转，中旋转，破己令其入深渊，你向来之后向深渊走，这样走，他这个案的话呢，他就举着，他破这个。他破这个脊，这脊来了之后，你看，这脊的话呢，我这儿呢，
就说第一，咱说这几句话。第一是，首先这个扶肘沾肩，扶着肘，这也是一样，扶这打我打这边，扶肘沾肩，不要使劲。然后呢，你找弹着大指，这个保持大指，手垂眼，手垂眼，这个身由相合，重身参与合，重身子中间要旋转，不要撤，不要先挤，就是旋转，破挤令行进，就像大坑一样，走路哗啦塌下去了。他这好比他来了以后，哎呀，哗啦塌下去了，来的时候你别再使劲，这个一脚地翻板下去，下去，就这种劲儿，这种劲儿，这是按，横一起按踩啊，踩呢，它属于牵啊，它属于牵挂，这个卦象三连啊，体内三乾成一线，续亥合，这个破流挡。垂肘大指对鼻尖，他是这样啊，这样打这个什么来？他这个这么走来了，走是这样走的啊，是这样这样走，是这样走，这样走的时候干就跨跟这儿合，是这么合，垂肘大指对这样走。这肘来了之后，你看他这一朝一横的，不要躲，他一转，是你老是，他这肘就画过了，就画了。来，肘可以这么画，跟都可以这么画。你比如说。他这肘顶来了，这肘顶来的话呢，我可以这样走，你看他也走了，我也可以这样走，比如我这在这儿呢，我看在这儿他这么走就可以，他这样一顶，我这么一走他就通了，他就靠我，或者是呢这么打来了，我们哪儿的对面走呢，这个打来之后你看这往这一推，这个可以打可以画，本身都可以都可以，就是说他这来了之后一定要像水来土人，就是来挂一臊，支着一臊，然后这臊这水一冲他这么走，这一水一下支那儿走，好像过去老人看着河水来以后他支臊，这水冲过来之后还给他挡一炮，就爬上去了，就把这挂了，横起走炮，这个你看排列。略属坤，卦象六段，这个身由相合，临身相合上给横，这个角实角和这个相合，就出上给，这个子和这个什么午他这个午他俩一分的话呢，就成了这个。如果说这个实手或者虚脚要相合相冲的话呢，就出这个下流，如果这个地方和夹击要相冲的话，就出横流，出横流。这个那个谁，一会儿就把那个第二个行李。来，这个。我看这个图，你看啊，横起肘啊，还是说吧，子丑寅卯辰巳，子丑合出什么？出横劲儿。就是命门找门道，寅卯就夹击实角合的话是喜劲儿，辰巳合辰巳合就是时间时手看合不走劲儿，横起肘靠啊，下边是呢五位子丑寅卯辰巳五位身由虚汗，那五位合出什么呢？出喜劲儿，咱们这五位有点吗？有点吗？虚手这个身由相合出暗劲，身由相合要出暗劲，这个身呢就是虚手，
真有趣。是游呢，就是看同学，这俩一合就出来了。这跨呢，就是去害，去跨就去，失脚就害，他俩一合就踩劲。这不六冲嘛，咱们说的六合嘛，六合它有六冲，这六冲你看，上面这子，子，下合这个五，他俩一冲着呢，行不行？哎，子，命门，五是眉心，这两个他相冲，这个大王他相冲的时候就出现一个横挪力。再看这儿呢，这个丑。啊，就实跨和虚间，他们俩相冲做什么？不对抗。哎，如果你拿这个肩找这个胯，你看出肩，出肩靠；如果你拿这个胯才找这肩，出这靠，它不一样，你可以试，不一样。哎，出肩靠。然后呢，人身胯相冲，出上脸，上脸冲。那么卯酉相冲。这个呢，出于横脸，陈序相冲呢，出肩靠，姿态相冲，出下。这你看，六冲六合，中间是冲，一冲二冲三冲四冲五冲六冲，所以说一二三四。咱们顺便说一下，因为很多人说这个六冲六合进去，不然原来王老师说怎么回事六合不是怎么回事？后来我把这个呢，王老师这个图呢，他。比较简单，后来我根据他是个内容，看着他那图，画出一个呢就比较能够一看就能够接触能力掌握和能够应用，先拿我参考吧。这个我们说刚才说了，每一个劲儿，每一个劲儿啊，这个想哪儿想哪儿，怎么练怎么练，这个都说了。但是具体的练法的时候呢，你怎么样去练？刚才我说了，练是为了打，收是为了健健康，为了养。这个怎么解释呢？你就是膨，咱刚才说的膨，膨出水，下钻上浮。这样这样下钻上浮。此手合松当反手，主进攻，上推下，这个。中央的主上下，六面这上下，这个棚呢就是这样的，咱们平时单操这个棚的时候，只要是前棚，然后呢，你想取尺的，上下一合，就起来，上步，这一贴上这一上步，然后棚中当翻手，六面这上的主角，这边也是如此，这收势。你老这么练，你可以就这么练，一个就这么练，咱操一个棚，大的棚、大的棚，多少人正打出去，这算什么？这个棚，你练完之后，你是一试一收也成。王老师教我们说，一试一收，练完之后两边练完之后一试一收，你看这个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这样就，你可以呢，练若干次，但是最后必须做收势。必须按这个方法收拾，怎么收呢？看啊，这不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横嘛，要收拾的时候呢，你看这手在哪呢？在你的阳陵泉，是阳陵泉。这个歌诀是揉按阳陵，揉抱阳陵，舒筋脉，舒筋经，润精筋。这个手呢也是这样，揉它，抱它，上托环跳。管摔了好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就是你练完之后，你这个横劲就是向外发散的一种劲，好比我们这个车，老跑长途跑也维修，这枪打完咔咔打完得保养得擦拭，这也是一样，你老练那股劲儿，回来要保养，怎么保养法呢？就是说，王老师说拿着一个铆钉，往阳陵泉一打，然后。打进去出个尖儿，再拿一波丝帽把它拧上，然后把自个儿抱起来，抱起来，拖起来，拖起来就。那我们分析他这个，咱们通过针灸的也好，这个方面学过来印证的东西，他确实很高明。后来我把它总结就什么呢？这个揉抱阳陵润精筋，这个阳陵泉呢，它属于
朱帅昂胆经的一个穴位，它是专门啊，是一个合穴，它是什么呢？是筋会阳经，是专门治筋病的一个穴位。那就说你下肢腰腿疼，下肢疼腰腿疼，你这不上不是好多都是筋的毛病，筋上的肝的毛病。那么这种毛病的话呢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就用这个方法，揉抱阳陵，先揉一下，然后再抱住了抱。这揉的时候呢，好比是拿针灸给扎进去了，抱的时候呢，就好比是拿艾灸来烤它呢，揉抱阳陵。这阳陵泉呢，这非常重要。这阳陵泉在针灸书上有个马丹阳十二穴，说阳陵泉是这么说的：阳陵居起下，外连于肾中，脾肿病麻木，冷僻病偏风，止足不能起，坐卧似摔翁，针入六风指，是神功妙不同。就说这东西还说抬不起来，我说抬不起来，半身不遂，往那一坐，你这就困，睁不开眼，坐那打就睡觉，浑身没劲儿，直不起腰来，洗头肿，膝盖疼，浑身疼，腰里疼。你不管是内伤外伤，这个穴位都管事儿。我大伙儿说一个我亲身经历一个例子，给大伙儿分享啊。在今年的十月份的时候，十月初，在昌平那个中央五处那个民间大讲堂，我讲台一员报道那天下午，我外地有学生，他要买一些书，有李子明老师的书画册，还有我的一些书什么的，特别大陆。我说咱们记住得了，不是不赖帮子太多。正好我这就有一个学生，一女的上来的，我说你帮我弄出去，咱把他弄给他寄门口，几百米路你寄到得了，他是行。他怎么弄啊？一趟趟抱太麻烦。我这有买菜小车，搁这车上，咱俩抬，我在前面走，你在后边，我们两个楼啊，下台阶。第一次台阶下了，没事儿。第二次台阶这么一下子，你这折了两折，那小车本来我还是它不是铁棍儿，它是什么红毯的，咔嚓一折了，他一搓把这搓破了。我呢驮100多斤重的，忽然间没有了，哎呦，你看这，正好下台阶，看这，这一撞击拉损伤。没走的邮局，我就走不了了，就在这个，又可麻烦了，怎么弄？赶快上车的时候啊，走上车的时候上不去车，他们搀着我上去了。咱下车之后报道的时候，我还得跟头头脑脑的什么给你打个招呼。哎呀，我这么强的，我先去啊，他待会儿再说。待会儿我就这样拥兵护。我说这怎么弄？他说，要不然明天您就讲，我们给你治好。我那博士，这不是熟人都说，全国地来那么多人。然后我说，我忽然想起这个。那我除了抹药，他们好多学生给我拿药抹药贴药，这个我然后我躺着之后我就揉这个地方，然后一念想这地方。咱们这个里边说针灸六分指，神功要不同，就咱们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意念放在六分的地方。哎，它九三状，时间也长也好，我就老这么想了，想扎针，想拿艾灸灸的，老那么弄。这就是说前半夜还不成，赶到后边，早晨我醒了，迷迷糊醒了，醒了之后，不疼了，没事了，还有点麻不唧的，胀不唧的，然后又开始揉揉练练，没事了。我讲了5000课，一点事都没，直到现在没事。就说不要小看中国传统东西，传统东西啊，说小看一年一年一年是一种力量。我想推翻三座大山，有这么一想法，那就会组织人，组织各方面力量。把这个土豪分田地跟远视干跟这个，就这样，是不是？你要没这个想法，你就没有这个意念是能有能量。所以这个来说呢，我们练的时候，我建议大家可以这么练，就是说我们在练这个膨劲，练完之后，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功法。那就是说我揉抱阳陵，揉完之后，揉多少次都可以，然后抱着，拿手心抱着，弄到不动。它有个三状嘛，三状就捏那个艾灸点着了，一状一状，我也没试那一状多长时间，说你当桩站也成，当功法练也成，你试试看，一会儿你这两腿发热，腰发热，精神振奋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
哎，上车环跳管摔跑。这环跳学呢，它也是掌中医学位，它主要治疗腰柄。那个是舒筋活络，这个是舒通筋活络之后呢，它有一个什么呢？就是健力腰腿，风吹风散寒，健力腰腿。这个环跳，它是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。这就说这么说的，环跳带臂出，侧卧屈足穴，侧卧的时候把脚合上，这足跟本身就是。折腰莫能顾，冷风病失体，腿胯连扇痛，转折重其虚。若人针灸后，请喝冰草水。说这个穴它就那么神，你比如你腰腿疼，你就打这地方，越打越疼，越打越疼，越打，打的不疼就好了。扎的地方、按摩的地方拿肘，跟按摩师按摩的地方，是腰腿疼效果特别好，不管是内伤和外伤，受风寒了也好，你扭了也好，它都管事。这是膨啊，膨劲的练法和膨劲的舒适，咱们都给它总结了科学。你可以参照去练习。膨脊，脊刚咱们前面说了，脊不是这样，它是这样写的是吧？这样脊，你看，这样脊，脊属木嘛，直到前中正脊，这个脊，夹脊表前角，这个脊你可以一个个练，可以练一个一舒适。这个收势的时候呢，它怎么收呢？到这儿挤完了，挤展双臂，舒筋脉，力纳三清，透九门。怎么练呢？就是挤完之后，两手腕指击天涯，往天边伸，再往两边天上伸，再往上伸够天，所有的过程都是深吸气，深吸气，可以这样。极力的吸气，吸气，吸完气之后呢，憋住气不出，松脚腕，松膝盖，松胯，松腰，松肩，松肘，松手的时候再出气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积攒双臂啊，舒筋脉，就是三阴三阳，手三阴三阳，劳宫打开，就是三这个。力纳三清嘛，三清它一个是宇外边宇宙界的天地人三才，天地人三才的清精之气，极力的把它吸进来，吸进来，吸进来跟哪合呀？跟你的内气上中下三田。那道家讲，上面这个怡元宫，上丹田是什么呢？是玉清，它是脑子。中丹田呢，是这个上清，它是心，主要心，降龙神主要心。下丹田呢是太清，它主要是气海五经。那么精气、心气、神气，这个三气和宇宙外边这个三气，天地人精气合在一起，内外相合在一起，这个力量要慢慢慢慢的往下走。把你体内的浊气、病气把它改变，效果非常好。透顶门就是开天门，就是通周天，这是道家的语言。可以说，透顶门不说透顶门，力纳三清通周天也可以，力纳三清透顶门都可以。这是这个脊呀，按脊加按，膨脊肘，肘呢，我们不刚才说这样打一肘吗？这肘的舒适怎么收？肘的舒适，你练肘练完了之后，舒适时候呢，就是揉按三里，揉按三里，调脾胃，前推肾腑，壮本源。这个三里穴啊，它是胃经的穴位，咱们说肚腹三里腰。是这个，凡是腹部的毛病，都可以使用这穴。这三里穴也叫强壮穴，也叫健康穴，也叫长寿穴。它呢，很多毛病就可以治，不只是脾胃的毛病。它这个针灸穴是这么说的，给它表述：三里膝眼下，三寸两平肩，能通心腹胀，善治胃风寒，
肠门病泻，水肿血黄酸，伤寒累受损，气骨记住斑，年过三高后针灸眼变宽，取些当诊剂八分神种安。你看多少病啊，除了肚子毛病还有什么其他方面都坚持，这是个健康经常揉腕三里。他这个学练完之后呢，一定揉这三里，揉这三里，揉完了之后呢，然后起来推哪儿呢，推你的肾腑。哎，他推的时候不要起肿，就是不要翘脚后门，往前推，急着往前推。那就是说，你的命响肚脐儿，命门追肚脐儿，追到极致了之后，然后呢，响命门、肚脐儿回追命门，这时候翘起脚来，提起脚来，往下，哎，背后七阴嘛，垫一下小部分，就完事了。这样做的话呢，一个是呢，我们把这个对你的这个内，它这个它是内合脏腑，它合脏腑，内合脏腑，外润经筋，它把脏腑啊都给你调整好了，啊，脾胃调整好了，健脾养胃嘛，调整好了，然后呢，这个调整好之后，还有这肾气，这腰肾呢，腰为肾之府，腰肾呢，肾腑呢是一个腰和肾的合居的地方。这地方除了有肾之外，还有重要的关节、重要的穴位、重要的经络，是人身的中枢。啊，命源头在腰系，你生命源头在腰，并不是说你生命完全的，生命也是那样，你的气机也是那样，你的健身也是那样。说这地方非常重要，一定往前积极的推，这可以作为一种功法练。推到极限，哎呀，吸气特别舒服，然后收回来，这样你就不伤。啊，你练完了这个肿之后就这样做，横脊肘靠啊靠，刚才我说了引导靠响不通，咱不说了，这靠劲完了之后呢，靠劲是很猛烈的，那我们要和它和缓呢，这个合在一起，靠劲自强谈养生嘛，你养生除了你这个练的时候要空之外，之后然后加一个收拾的时候加一个，这个潜水摸鱼，这钻在水里的摸鱼，潜水摸鱼，国窑矿，神仙芙蓉，焕春盐，它是美容的，防老抗衰的，焕发你的青春。啊，你腰腿这么一运动，国窑矿，在水里面走，像芙蓉花一样，水出芙蓉，高高兴兴的，喜上眉梢，这样练。你就感到特别舒服，你常这样练的话呢，就恢复重新重新重启能量，你重新大发，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平时时候有时候也真的不感兴趣，你不爱学习也不爱锻炼，你老这么练的话就很感兴趣，真的是横脊肘靠。捋呢，捋完才练捋，这样捋完了怎么办呢，然后点揉肩颈生阳气，一透涌泉滋肾阴，这一点一揉，然后叫一透涌泉，这一透涌泉，再点这个，一点一揉，然后一透涌泉生阳气，这也是感情，这涌泉它是肾经，那么说调坎填离，就把这个坎水调上来之后，这降逆平冲。就是说你通过这样的话，你比如说你把你天太旱了就要下点雨，雨太大了就晴一天，这一样。涌泉是腹水区，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穴位，它下边实际是好比自然界的水泉，它有井口，井口打不开水上不来，为什么与肩同宽呢，王老师来讲与肩同宽啊，你像那骆驼又外饥渴又内外饥饿，它有什么功法呢，它就这么走，老师就这么走，他说他这个肩脚涌泉，涌泉脚调整法，他说王老师讲说征兵的时候，这有是20人要征5个人，怎么征啊，看个头都差不多少，差不多他摸你的涌泉，摸你的肩颈，一摁肩脚软的能一层皮儿，一按这个滚滚的往上拱，不是，就这样最后敲5人，为什么这往上拱就说明你元气充足，肾气充足，
如果我们老是稳定不振，浑身没劲的时候，不妨你可以试试点点肩颈，练练肩颈和你拳，上下相冲，哎，就解决这问题。你看电视时候不就这有功法吗？不就功法吗？哎，可以这样说。捋按，按呢？刚才说了，按对筋的说了是吧？他收是怎么收呢？他穿点极拳核心穴，按完了之后呢，一起的时候穿点极拳核心穴。旋这个旋举单臂旋举调脾胃，这个呢它属于心经，这是舒身手足天阳，这既能调理脾胃，还能调和心血，治心脏的很多毛病，胸疼啊，什么胸闷了，胃肝胃火都可以。我这也可以给大伙举个例子，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病例，可以献给大家。北京市肝炎病研究所所长，我不说名了，他那天叫我一个学生中医带着去吧，说老师我有点毛病，你给我看看，给你见东西。我说行，什么毛病啊？地主舌头，金大花，哦，地图舌，他说一看能治，我能治，我说用当然就治好，我就干了这个。他一礼拜他糖炎吃上几来了，说老师真管用，我这一礼拜你看我舌头红着呢，好了，好，我说挺好啊，接着练。他说您能不能把这功法练的我给您录下来，然后我编一篇呢，我说对不起，我这在研究当中还不成型，这是一个病例。再一个病例，我们老邱那个真面大厦老邱老邱来，他那父母也是寄毒蛇，吃了好多药，吃了好。后来老邱说你叫张老师给你看看，我看了也是这种。说完之后他练了有多长时间啊？一个月他就好了。更严重的是什么？我们小区里边，我那公园小区院院里练功，崔老太太这样的，石景山的，姓赵。去了之后到那儿去了，在那练，他这个学习能力很差。后来我说您身体怎么样？他把我捅旁边去了，你看，他把舌头一伸吓我一跳，这舌头里边跟松鼠皮一样，一块块翘着。哎，我是什么病？他是舌癌。舌癌，哎呦，我说你怎么看呢？医院的结核肿瘤都去了，看不好。我这一宿要无数次的喝水，老拿水瓶一会儿噎一会儿噎，吃饭睡觉都不成，老太太说真是坐卧四分，我真是那样。我说您放心，我跟你说这情况你练去。他练了大概是两三个月吧，回来之后他回家一次，回来之后张老师我真谢谢你，你看我舌头红肿红肿的。前天大前天在我们院的人，我给咱们村里八块钱一盘的时候，我还举他例子，他说是，原来我在我们那医院的时候说看的时候，说哪个医院说我们这医院有史以来就遇到三个这样的病患，说到北京什么医院说遇到过这样的病患，说没法治，不治之症，您看多好，现在他腰也直起来了，都起来了，说不要小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，那静态套上音乐一响，一遍一遍编着静态套，那没用。我卖车的人就没用，你都是操，你练东西呢没有意念。老师老讲，你有意念吗？你有意念形成吗？你没有意念就不是，就没有。他说这个很简单，我这意思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你把健身和积极有机的结合。按属金，就说按，咱们刚才说按，按完了之后。这个怎么舒适啊？好，这个按我说完了，按捋按踩啊，踩怎么舒适啊？踩的时候呢是滚揉大包，推张门，舒服这个通经活络，舒肝胆。这个大包穴它属于脾经啊，这个大包穴在哪儿呢？就是说。它的腋下直下三寸，咱们可以呢，就是说把它关平了之后，稍微往上一拉着肩，掌根所对的位置，大体就这样。咱们不是扎针，大体就这位置。你一揉，你这么一揉，它是疼的，就说明有点毛病。经络不通。有毛病。揉这个地方揉，然后往下推，推哪儿？推张门，张门这儿直下肋，就十一肋。这个呢，就是两手这么垂直之后，你看。手往这一合，这个地方大半截就是地方，就往这推，这个属于肝经，
疏肝利胆啊，调理脾胃，胸闷胀满了，容易生气了，什么这个肝炎了，什么这个心脏不好了，都可以这样去治。我们在那个昌平的这时候，有好多人体完了肚胀，他一干这个，然后就头昏创屁，他一会儿他肚胀，哎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说，咱们把健身和积极的，横捋按排列，列呢是什么呢？列完了之后，怎么走啊？说过来说，全打气通，生阳气，活跃振奋，这个壮筋补精髓，这地方就这地方，这是胃经的一个重要穴位，这是水谷之海，是咱们吃的水喝的水，吃的东西营养嘛，之海，它是什么呢？是胃经脉气上疏的地方，就好比南水北调，这调来水啊，不能入千家万户，牵扯到水库的气候太化处理。处理完了之后怎么办呢？然后通过自来水红丝到四处，你吃才没问题。这也是一样，我们吃的五谷杂粮，吃这些东西，它的运化啊，这地方它这个地方叫气通，它和归来气通归来，这个我有点悟到老师原来说的话，说要按着这个列的时候打气筒子，打气筒子，这起来打气筒子，一旦打满了，打不弄不下去就行了。哎，这是老师给咱们讲的是这个，这你没深入理解，你深入理解的话，与其说这个老师说按窍运行，打气筒子实际上想是气冲归来，气冲归来，哎，它是人体的这个风箱上下的风箱，哎，你想气冲归来，气冲归来，哎，和咱们打气不是一样的吗？那么咱们按窍运行是不是就合了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说，我们想这个穴位，它可以什么呢？这个舒筋活络，把你的营养能很顺利的运化到全身，可以补你的精髓啊。平时老这么打也成，你打一会儿就是肾气很足，那我们命门和这个肚脐的话，它是这个功能。活跃，咱们活跃啊，活跃振奋补精髓，活跃来的东西。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得这永工师弟打过去，他就帮我查书，查这个那个一堆书，我得查。后来我们这个弟子那个谁江静海，他也查，他们说那传统文化很研究，很合适。他什么代表什么呢？也是打风箱，也是呼吸。心神，这个头也带着三方面，我给你打这地方好不好？那就是说，列完之后啪回来之后，就打这个，很顺畅。这个呢，就是说我把刚才这个八法的练法的歌诀内涵。就是和收视的学位想什么学我都说了，这意思就是说呢，在八法在实际机和健身当中应该怎样体现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，跟哪些问题相关联啊，都要注意啊。这个呢，就是说咱在外面讲好像和咱们共同的真不是这样，你练当中，你练你练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取位无穷，这个八法呢，刚才我说是单练，那么连续练法的话呢，也是一样，可以连续练法，简单的指这些，比方说
还有横啊，横啊，横举，手号，对吧？举按抬啊，立啊，立，再回来这边一样，嗯、啊，就是它像一个小拳一样，很经典，很精彩，很简单，简单新颖的运动形式啊，快速有效的健身作用。这个，这个独特神奇的积极效果，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换了，摄像，好的，这个，就是疼嘛，跟咱们单练的同志一样的，疼，那个挤，走，靠，捋，啊，捋，按。哎，列，再回来，再加一个列，然后打横。下边必须把那第三个给打开。你先喝口水，休息一会儿，咱鼓掌，刚才那个。这个左重提之徒，右重提之徒，还有一个什么？这个他们书有三个图，他为了能具体的细致上说明这个六重六合的问题，啊，用了三个图。我这就是说呢，为了综合，把这三个图合在一起了，我要加上一些科学，那你看，横含水。正北会阴身是不是？然后横出水上下丹上浮，子丑合孙当三手，六面见望月手脚，主进攻上下打。横它是北边，吕呢南边，吕离火主窍，正南主窍心，啊，这个下是举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对？然后松是将挤，横中用于挤，挤正雷。正中夹击，我给你传一个，我这个群夹击杆，我夹击杆，这边是按对，这边也是，这是按对，按对合，这是你那个手，对正西扇中对，这是按对，啊，然后踩，抖，这个抖，踩裂，抖靠，这个吗？这个呢，这个图我不会画，电脑我画的多，这有公司的帮助我画的。画完之后呢，就帮助我。后来有些修改，就帮助修改。但最后有些小的修改，后来我就没再麻烦他。我一个同学，这个江明海，啊，当时有一个改编厂，他帮着改了。但是昨天晚上我们还在改，还在改什么呢？就是，这名，这名称，原来我们叫八法，后来改成六项里的基本八法，内涵与外延，综合适应。改成这样了，这地方还没改了。这个原来的时候呢是这样，以肩打靠响足空，前脚难空响前行，是不是以肩打靠是前脚难空吗？后来这不准确，应该改成实脚，改成实脚。这昨天晚上没再怎么讲，这怎么？你看给你们就是后面实脚难空，这不一定合适啊。反正这个让大家参考，这个三个图的话，我是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的反复的学习研究，下边的反复的揣摩，不断的修改，听取很多很多的弟子也好，专家的意见，最后形成这个，这个你也不用超乎什么，明年这个，明年我们研究。这次我在昌平上班的时候，前走我讲的这方面，就讲的这方面内容，完全跟他一样。就是他这个，也就是说，要请
也都比较感兴趣。那这节目读的话呢，我本来我不应该拿这儿，因为我还没发表。但是我想，咱们只要自己呢，我无私的奉献，供大家研究。这个临书的东西，我们要学习王老师，看王培生老师，他把他几十年一直讲的东西，就是鼓掌的，向上扬，不许放手。是我们的榜样。这个我这些东西来说呢，基本上都是王老师的东西，有的是我有加了一些个人的体会，这个个人的一些想法不一定合适。然后实际在这儿，那郑军呢、世琴呢，跟老师一直在那儿，回想你可以提出批评意见。这个。这里面涉及到好多学位啊，我刚才简单说一下，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。你们可以找这种书去看，你去比对。这个我们要真正是一个太极拳的爱好者，应该是范老师，或者是整个一种，特别是金九啊，这个是咱们参加的朋友，你这个对你健身有好处，对你在实用当中也有好处。你将来时间长了，你就会知道，一搭手的时候。想一个穴位，对方他就不知怎么回事，人不知我，我独知人，英雄所向无敌，怎么不知道你呢？这个英。